平时就到站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还可以陪你到站，但是进到我们那个一道门，然后呢，就是家长都会不能进，然后就自己要背着小书包，要早起。对，要早起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住宿，每天早上不用走这条路。对对对，不浪了。著名北京市重点高中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是北京101中。对，为什么是一一呢？不读101呢？是因为我们学校校训是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”。走了，走吧。这个就是进到了著名的一道门，现在就走向二道门。前方要将要迎来的是一场漫长的上学路。每次如果快迟到的时候，这块一定要跑过去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在这个板子上有那个优秀校友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然后上面有我。我可能被撤下去了。换掉 了是我还不够优秀。那你们上学迟到按那个门算还是、这个、按这个门算？按倒班算。对对，按倒班。我们教学楼在前面，对，会有一个人在查岗。对，这就是提醒大家现在哈哈哈，刚才走了个寂寞，这才是我们学校的大校门。刚才叫一道门，这叫二道门。对，从这儿进去以后呢，才正式是我们的校园。接下来会遇到各种可可爱爱的小动物，比如说小猫、小松鼠，还有哈羊驼。对，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走。那你也不行，你得认证时代。我们被取消了，高三的都取消了。我们现在对于学校，其实我们不是高三，高五大。我太高级了，我们今天都是学生，这是可以进了吗？哦，走啊！哇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前面迎来的是我们的哪个写字楼来着？这是原来是国际部，然后现在变成不是国际部，不是那儿吗？那是高办。哦，你是什么系？杨总，哎，真有，杨总，真是我，哎，好可爱，他要特别喜欢你，他就会吐。哎呀，你不要说我。哦，看镜头了。嗨。我真的替你担心，他真的会吐我吗？你他应该不会吧？是羊驼的家。孔雀，嗨 ，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但真的，我从来没有一次赶上他开屏，每次回来看他都不开。啊！这种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师有点这样。我介绍，你介绍。你作为在这工作很多年的学生，对，我曾经是化学课代表，经常在二楼送作业。一会儿我们就要去二楼，对，要见校长。Oh my god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毕业典礼在这儿，从这儿看学生不上，从这儿看学生下来。这是毕业典礼。荣幸。我进去，真的，没事儿。你陪我也怕。校长。你好，方雨琦啊。对，于老师告诉我说，您那时候学习还挺好。是挺好的、然后呢这孩子都表现各方面非常好，是街舞团的团长是吧？我是街舞社社长。社长王老师是带了我一年了，高一高二笨笨啊。对，没有笨笨，就是笨笨录下来了吗？全录下来了、没问题。高一高二两年，我其实很少看跑男、那天他们说他在第五季，我说那我还是从来没看过呢。每周五晚8:20浙江卫视。我们是2017吧？你们是2017？一期，我还记得我学号呢。说背。我是20号，2017北京101中学2017高中3年级二班学生名册，这是这23号，我居然是23号。哇，我们都有长袖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好看啊！这是比原来的好看吗？真的吗？这是现在是校服吗？校服啊，对。
哇塞，你看我的校徽、哦、颜色也好看，绝版了我的校徽、嗯、现在没有一会儿染。3、2、1好，可以了。 OK。我刚才去化妆室没找着你啊，那个是我这个，我的高中班主任，对对，我的班主任。哎呀，这我们班级的学霸呀，对，还是那个小书包，我老师已经被这个哎呦，真的这好壮啊！哎呀，这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，现在太忙了。4年了。是，对呀、啊，现在太忙了。好。好。OK。好。这个我也有，这个校服学的。大家下午好。这个不错。哎呀，非常的遗憾，本来说是可以在学校里面再逛逛，毕竟啊，人际天呐，没有开玩笑，但真的确实是看着学弟学妹真的好开心，而且我真的感叹，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好看，然后又是建各种新的设施，又有咖啡厅，还有什么的，我们北京101中，加油学弟学妹们，相信你们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其实也没有将来，就是下下周的考试里面，希望你们可以努力的考出好成绩，对，加油。好了，小宋先撤一步了，拜拜。大家都来了，哇塞，这真的是真的。来，同志们，让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巨大的回忈，占点最大披萨32，拼了4个口味，分成了72块什么东西的，对对对，一定要来这家蘸点披萨，一定要尝这家童年的火锅，真的这一桌我觉得吃20个人都没有问题，它有点夸张，对，一定要吃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吃，拜拜。吃 come on 快拿这个，我要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真的很好吃，用什么叉子呀？就是这样吃，好吃吧我们，拜拜。